下周四大工作室将出演四部主题微电影，吴镇宇工作室大战黑客组织，捍卫人类文明，张卫健工作室化身缉毒警察，与毒贩正面交锋，周小欧工作室赤胆忠心，勇担使命，扫荡倭寇，守护长城，驻守边关，就是死也得死在这儿。吴建豪工作室在除夕之夜枪林弹雨中守护着千家万户，吃了饺子过年关，岁岁平安。明天我四十一，明天我三十六，明天我三十一，明天我对不住了，兄弟们。吴建豪老师，来，吴建豪，五十票。往期四十四票。向主席。三十票。徐志贤。来搜聊兴趣不孤单，本节目由一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，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追光吧官方微博，一起分享美好生活。追光吧也可进入追光吧话题页，发表追光舞台鉴赏观后感，每周解锁追光美好生活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。新浪综艺来搜聊兴趣不孤单，本节目由一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独家冠名播出，你的健康我守护，大胆走上追光路。本节目由天猫好药特约赞助播出。徐志贤。二十六票。Yes。六倍光速将被淘汰的队员是徐志贤。我很开心，真的。不是，我们很难去想象是任何我们的团队的人会离开。任何人离开都是很大的缺失啊。B 离开，我就觉得。不应该是这样。满江，徐志贤，请两位追光者走上追光之路，带回属于自己的追光物品。加油啊！真的真的，必须得严格要求两位哥哥。兄弟，一会再见。回去去北京找你们。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加油！拜拜拜拜！加油加油，加油！哎，拜拜，走，加油！你看，还记得建豪哥，我第一天跟他一起走过来的。Do your best, brother！ 加油，哥！又回到走光路，但是是以离开的方式再走一次，那种感觉很奇妙。就是有想到跟建豪哥，我们第一天一起走进来的，那一瞬间，是哦，这不能打开，不，你要打开干嘛？我还，你要这样吗？好像可以做火锅一样，你在那火锅。我希望 B 下次可以拿更多更多的火锅杯，是真的火锅杯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吃火锅。之前其实非常非常厉害，然后我就是一直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对
舞台的热情，还有热爱。这是我向爱的一个奖杯。我相信这一次我走出去就是另外一条路，另外一条正要开始的我的追光路吧。下周四大工作室将出演四部主题微电影，吴镇宇工作室大战黑客组织，捍卫人类文明；张卫健工作室化身缉毒警察，与毒贩正面交锋；周小欧工作室赤胆忠心，勇担使命，扫荡倭寇，守护长城。驻守边关，就是死也得死在这儿。吴建豪工作室在除夕之夜，枪林弹雨中，守护着千家万户。吃了饺子过年关，岁岁平安。明天我四十一。明天我三十六。明天我三十一。明天我对不住了，兄弟们。四。这你在干嘛？在拉伸，那个也太过了吧！哇，你能弯成这样？都一样。哈，这还蛮挺省的。是吗？对啊，就有点拉的感觉。不过这个不太好了，这个不行。不要去，不要去按。但是，对，但我常常这样子，这样子咔啦。对啊，对，那小时候就咔咔咔，这边就很粗。我已经这一只手这两天按到痛了。然后呢，现在不这样子已经不行了，有点痛，我不敢再动它，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我一定要用左手。哦，一定要用左手。对，我习惯了。我是用右手。右手。哦，我一定一右手拿话筒，感觉不对，感觉非常不对。那跳舞呢？哇，我20年不会跳一次舞。那个跟韩宇，韩宇的你是戴、这个？戴 headset。对啊。这个外套有很面熟吗？这外套面不面熟？是我上次穿的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这是钟伟穿的上次。哇，你这样穿更好看。没有，我们那时候在就我们那时候后来拿掉。哎，你们这个颜色也是自己喷上？这颜色都是喷，因为我们都拿给他，就是全部都是黑的。哇，这真的很好看，好好哦。这个可以珍藏起来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他说很帅，他说钟伟穿过。这样子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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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我配一下，应该 OK。 对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个皮啊真的特别好，你穿过，所以带给我们的那个好兄弟，有没有让你晒到？有没有让你晒到？有没有让你晒？有没有让你晒？我他那些动作都给 B， 然后那就我这给 B， 我这个。对，我就让他帅到不行，然后他对啊，太棒了！一切大家都分得很好，他好强。对，分得 OK。